惊有云梦，西似迷路迎之。2000多年前，荆楚大地一片水乡泽国，其名曰云梦大泽。河湖浩荡，纵横千里，鸟兽遍布其间。这里的先民渔猎农耕，在长江流域开创文明，将风起云涌的大秦记忆铭刻于方寸书简之上。光影世界一春秋，龙腾古齐太平。湖北云梦，一片意境悠远的山水画廊，一方鱼米飘香的富庶家园。在缥缈云雾与水系环绕之间，云梦祥山博物馆巍然屹立。这里的馆藏文物超过5000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有25件，在全国的县级城市中堪称翘楚。博物馆馆长张鸿奎正在通过陈列其中的件件文物，梳理云梦的地名由来及历史变迁。这尊木雕名为卧鹿立鸟，一只鸟站立于一只翘首俯卧的鹿身之上，振翅欲飞，营造出恬静与流动交织的意境。这是楚文化的代表，也见证了云梦隶属于楚国游猎区的历史。曾经的云梦人烟稀少，面积远比今天的云梦县要广阔，且地貌丰富，有山林也有原野。夏秋风水时节，云梦大泽一片烟波浩渺。到了冬春，水退路线，麋鹿成群，成为了楚国王室天然的猎场。秦汉以后，云梦泽不断接纳长江和汉水带来的泥沙，逐渐淤积成路，江汉平原的土地开垦面积不断扩大。云梦县出土了大量战国秦汉时期的漆器，器形丰富，花纹精致，具有很高的文物研究价值，这些都印证着云梦的繁荣。制一只切耳杯要经100人手，一面漆屏风是要费1000人工，漆器在当时来讲的话价格是很昂贵的。但是在云梦呢，又有大量的漆器的出土，这说明当时云梦的一个经济水平也是很高的。这座东汉陶楼被誉为华夏第一楼，是一栋庄园的建筑模型，前后两重，空间起伏错落，极富变化，
体现出高超的制作技艺，也折射出当时云梦地区的社会发展已经步入繁盛时期。仓廪实而知礼节。东汉时期，有一位以孝闻名于世的官员叫黄襄，他的故事在云梦广为流传，人们把他的事迹写进了戏曲里，广为传唱。黄襄是一位勤勉敬业的官吏，看到百姓因水灾陷入饥荒，他便将自己的俸禄及赏赐分给灾民，因此备受百姓爱戴。而真正令黄襄闻名于世的是他为父尽孝的故事。相传，为了让父亲更好入睡，每到夏天，黄襄便先用扇子扇凉席子，冬天时则先把被子暖热。扇枕温亲的故事和黄襄的名字一起流传至今，成为凝聚忠孝文化的符号。西魏大统十六年，公元550年，西魏设立云梦县。这座建于清道光年间的文峰塔，寄托着云梦人对文运兴隆的祈愿，与众多珍贵的文物一起，讲述着云梦的辉煌历史，成为云梦县的城市地标。云梦大泽，沧海桑田，被历史眷顾的云梦珍存着遥远时空的记忆，也在奔腾的云水之畔构筑起道浪迷望、云水悠悠的田园故乡。1975年，湖北省博物馆专家陈振玉带队对云梦县睡虎地的12座秦墓展开发掘工作。当清理到11号墓的时候，陈振玉发现棺内铺满了竹简，这就是震惊考古界的睡虎地秦简。对于当时的情景，陈振玉至今记忆犹新。当时发现应该说是惊呆了，湖北的第一批楚简跟第一批汉简都是我亲手发掘出来的，都在边乡出来的。哎，这就很奇怪，这个怎么这竹简放在棺内，而且这么大一批，这是从来没见过。云梦曾是云梦大泽的一部分，地下水位很高，正是这种与空气隔绝的地下渗水环境，使这批睡虎地秦简得以完好保存了2000多年。陈振玉按照简书卷曲的方向给每一根竹简编号，再按编号顺序抽取竹简，大大提高了后续文字解读工作的效率。最终，1155枚完整的竹简及80枚残片被整理出来。随后，来自中国科学院、国家文物局等部门、考古及古文字领域的多位权威专家成立研究小组，他们很快认定这是一批极为珍贵的秦代简牍，墓主人的身份也随之揭晓。
墓主人名字叫做喜，生于秦昭王45年，逝于秦始皇30年。当时的云梦正伴随古泽消退、人口增加，迎来文化交融的历史时期。喜是当地一名从事律法事务的基层官吏，崇文尚德的社会风气感染着他。勤勉工作之余，喜将秦代朝廷颁布的法律条文一一抄录在竹简之上，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宝贵的实物资料。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总计约40000余字，除了官吏喜，还有多人书写的简书，为秦代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支撑。1976年6月，睡虎地秦简上的文字整理工作初步完成，其内容一经发表便震惊了考古界。它的内容啊非常丰富，涉及到了秦典、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医药，还有其他方面的内容，可以说是啊，反映了秦社会的很多方面。睡虎地秦简的文字以秦代法律文献为主要内容，其中的《封缜释》中以案例的形式记录了断案过程中审讯、呈办等内容，其中还有对现场留下的足迹的记录，内容详细到脚掌的长度、掌纹密度等。由此可见，早在2000多年前，古人就已经将足迹作为重要的证据运用到断案中来。封缜释中对案发现场勘查的记录，是我国乃至全世界最早的对案发现场勘查有详细记录的文献，比宋慈撰写的《洗冤集录》要早1000多年。此外，睡虎地秦简的内容还涉及对百姓权益的保护、约束官员的行为准则等等，堪称秦代的百科全书。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其中的田律还记录了关于环境保护的一系列规定，比如春二月不准捕鸟、不准抓野兽、不准砍树，到夏季7月份之后才可以开放。浩瀚的秦简记录着古人超凡的智慧，其文字本身的书写风格也引起了专家的关注。云梦秦简的字体是一种比汉隶更古朴的隶书，对于我国文字演变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在我们的传统观里面，一直认为那个隶书起源是在汉代，我们睡虎地秦简出土以后，用实物证明了隶书的起源就在战国末期，已经在民间和半官方大量使用。这是我们那个云梦的睡虎地秦简是第一个被发现的篆书和隶书之间过的古。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与龙岗秦墓的发掘，先后被列入100项考古大发现和最具中华文明意义的100项考古发现名录，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瑰宝。云梦古泽涵养出一方文化沃土，睡虎地秦简将波澜壮阔的大秦岁月凝结于万千文字，为中华文明的辉煌留下注脚，也成为这片土地上光彩熠熠的文化坐标。每天上午，东正街上的孟泽影戏馆内总会座无虚席。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云梦皮影戏正在上演。快来救我啦！我来救你！传承人秦李刚正在表演经典剧目《大闹天目山》。对于他和在场的观众来说，云梦皮影戏最能代表家乡的性格。云梦境内曾分布着面积辽阔却无人开垦的河滩湖泽，历史上不断有大批外省移民迁居而来，皮影戏便是随移民迁入的文化，一代代艺人不断创新，赋予了云梦皮影戏独有的特色。秦李刚的师父陆春元对云梦皮影戏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20世纪50年代，陆春元对云梦皮影戏进行了一系列创新。他手中的皮影人物，头可点，眼可眨，嬉笑怒骂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外，在皮影的绘画上，陆春元还仿效戏剧服饰，采用京剧脸谱，这也成为了云梦皮影戏的一个特点。唐山湖北皮影影人的制作是通天鼻梁，这个鼻梁从这个头发地方是一条线到这个鼻子那个地方，这中间没有弯的。陕西皮影它的呢这个大额头鼻子是尖的，下巴也是尖的。我们的影人鼻息是按照金柱的脸谱，关公是个红脸，哎，你如果是做成个白脸的话，那人家就会说你这个人不懂行。秦李刚从29岁开始便跟随师父陆春元学习皮影表演，他不仅继承了师父的皮影制作技艺，还掌握了近2000个剧目，能够做到演出5年不重复。在40多年的表演生涯中，秦李刚也练就了精湛的演唱技艺。云梦皮影戏的声腔叫西厢高腔，经过改良后融合了楚剧、汉调、花鼓等多种唱腔，时而悠扬婉转，时而荡气回肠。为什么叫西厢高腔呢？它的唱腔啊是用真假嗓子相结合的。比方说我唱一下啊，而去东方那一南当当那个地个当地当我乃罗西，听到没？他往上翻，然后又挪下来，这叫西厢高腔皮影戏，这就是我们的特点。2005年，在首届中国唐山国际皮影艺术展演上，秦李刚凭借改良创新的皮影剧《武松打虎》和梁红玉《击鼓战金兵》，一举夺得最佳表演奖，赢得了国际赞誉。秦李刚和众多云梦皮影戏艺人传承着古老的技艺，也延续着先辈们锐意创新的精神，在皮影制作、表演方式等诸多方面进行改进。其中最为精妙的是秦李刚发明的皮影换头技术。这是孙悟空的戏弄他，结果一下换过来是孙悟空
都是瞬间昏头的，不要一秒钟。如今，云梦皮影戏不仅走进了课堂，还加入了现代科技，使这项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2017年，秦理刚与智能机器人在故宫博物院的畅音阁同台表演经典剧目《武松打虎》，引发了更多年轻人的关注。数百年间，一代代皮影戏艺人在幕布背后演绎着亘古往事与人间百态，如同脚下这片兼容并蓄的土地，云梦人不断汲取着多元的艺术元素，云梦皮影戏也因此得以跨越漫漫时光，绽放恒久的艺术魅力。云梦人的一天从过早开始。过早是吃早餐的俗称，这是当地由来已久的一种生活方式。民国时期，云梦水运发达，诞生了许多码头城镇。繁忙的码头劳作加快了生活节奏，人们来不及在家用早餐，便在户外的小吃店用餐，由此慢慢形成了过早的风俗。在种类繁多的早餐中，云梦鱼面尤为诱人。要得鱼面美，桂花潭取水，云台山上晒，鱼在白鹤嘴。这首在当地流传的歌谣，道出了云梦鱼面滋味鲜美的秘诀。云梦县地处江汉平原北部，地形平坦开阔，云水自北向南流经全县。历史上，云水河畔有一汪纯净的潭水，称为桂花潭。距离桂花潭不远的地方，云水分流，被人们称为白鹤口。这里盛产多种鱼类，肉质肥美。这个相传呢，是有一位厨师啊，在人家打工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把鱼泥碰翻了，他就灵机一动啊，就怕浪费这个材料，就把鱼肉和在面粉里面一混合，再把它擀成面，客人吃了以后呢，就口口相传，认为哎这个面味道不错，这个慢慢就云梦鱼面呢就诞生了。刘文华已经做了30多年的鱼面，对于鱼面制作的十几道工序，他早已了然于心。
做好的鱼面或蒸或炒，简单烹饪，细腻筋道的鱼面便成为云梦人过早非常青睐的美味。如今桂花潭已被规划为风景区，林木葱茏，景色清幽。面积1000多公顷的云梦云水国家湿地公园，对于维护云水流域生物多样性及气候调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依托丰富的水资源，云梦县大力扶持水产养殖业，同时将鱼面制作打造为当地的特色产业。很多在外打工的人回到家乡，和刘文华一样开启了创业旅程，云梦泽畔的鱼面香随之飘向更远的地方。对于云梦人来说，一碗鱼面汇聚河湖之鲜，这是生态福地、鱼米之乡的自然馈赠，更是大泽湖畔码头人家温暖而深切的乡愁记忆。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云梦古泽的浩渺烟波曾引发众多文人的浩荡诗情，也孕育出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三节龙跳鼓舞被称为云梦一绝，是云梦县五洛镇一种独特的传统民间舞蹈。历史上这一带叫做龙须湖，因为地势低洼，经常会遭遇洪涝灾害。其实云梦三节龙是降雨的，它把水退去走，所以祈求丰收，它是一种祭祀的一种舞蹈。三节龙跳鼓舞承载着人寿年丰、吉祥太平的祈愿，也被称为太平灯。三节龙由龙头、龙身及龙尾三部分组成，舞龙时舞者双手握把，反复绕八字挥舞，龙头自咬其尾，配合激昂的击鼓声，整个表演豪迈奔放，气氛热烈。或滚于地面，或跃上条凳，有技艺高超者甚至可以站在石碾上表演。玩龙没得巧，只要胯子卡得好，这是当地老艺人传下来的口诀，说的是表演者在条凳和石碾上站立时，腿脚要交叉相靠，相互支撑。腿子掐得好，他们叫胯子掐得好，就是固定的掐住，三个人这样掐住就固定住嘛。然后龙头带中间撑，尾巴位龙头龙尾紧相对。2011年，云梦三节龙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为了更好地传承这项古老的民俗，时任孝感市群众艺术馆副馆长的程云英深入村落，向老艺人请教并收集舞龙的动作，将其搬上舞台。尾巴位，尾巴位，是不是啊？是这样的吧？是是是，对对对对，来准备，5、6、7、8。在保留传统元素的同时，程云英对击鼓动作进行了舞台化加工。单脚跳、双飞燕等现代舞姿使整个舞蹈更具观赏性。
2013年，在湖北省第三届舞蹈金凤奖大赛评比中，云梦黄香楚剧艺术团编排的三节龙跳鼓舞大放异彩，获得作品一等奖。稻香滚滚，三节龙在云梦的田野间欢腾雀跃，鼓声阵阵，节奏间洋溢着生活的欢乐祥和。这是云梦人对物阜年丰的殷殷祈愿，也是他们代代相传的悠久文化。2019年9月，云梦县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书画摄影展。其中，一组呈现云梦城市变迁的对比照片尤为引人瞩目。照片中，原本分散的小湖泊，如今已连成一片环城水系。为了恢复云梦大泽的水运盛景，从2000年开始，云梦县人民政府开始实施城市改造工程。蜿蜒流淌的云水经过施工，注入到县城内的旧渠。新生的曲阳河宛如玉带，孟泽湖、黄香湖、岳阳湖三座湖泊镶嵌其上。薄雾萦绕之间，云梦氤氲着别样的水乡风情。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的同时，云梦的文艺工作者也不断从云梦古泽遗留的厚重文化中汲取灵感，创作出一批形式新颖的作品。作为云梦人最为自豪的文化遗产，睡虎地秦简的内容包罗万象，历经2000多年的光阴，其尊重自然的理念至今仍具现实意义。那个小子，这个风太大了。正在上演的皮影戏便是根据秦简《田律》改编而成的。这小子本着大秦的礼法，在条文上田里的第六条，这个禁止焚烧秸秆的规定，也不但放火。不下月，无感夜草为灰。意思是说，不到夏天，不可以把草除掉烧成灰。皮影戏将其与当代秸秆焚烧的治理问题相结合，让保护环境的理念深入人心。一、二、三、四、五、六、七、大、八，看，好，用心的去看。六、七、大。舞蹈老师李胜华正带领演员排练舞蹈《墨舞秦简》。六、七。这部作品同样是以睡虎地秦简为故事背景，塑造了符合当代审美需求的舞台艺术形象。创作完成的舞蹈在云梦祥山博物馆前进行了展演，并陆续登上众多舞台，成为云梦对外宣推的一张文化名片。近年来，为了打造文化品牌，云梦县还相继推出了以黄香等名人为主题的楚。
国仙境。一幅云蒸霞蔚的水乡画卷从历史深处忽沉而来。碧水盈盈，沃野金黄，云梦大泽的非凡气象正在云梦人的手中化为现实。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云梦古泽，鸢飞鱼跃，草木丰美。云梦，聆听历史回响，再奏荆楚长歌。